哎，不能看，用嘴巴讲的，黄色的，对。长方形，形，然后躺着的靠在蓝色的上面，靠在蓝色的板子这里，这个吗？好了，再来呢，把红色大圆柱直的立在黄色的上面，是左边还是右边？上面，是左上面是左边还是右边呢？中间，好了，然后呢，把一个。一个橘色的躺在黄色的前面，是直的还是横的？横的，然后大概是要隔这么长的。左边还右边？前面。好了，再来呢，要把绿色的，好了，直的立在橘色的前面，直的。好了，再用蓝色的椭圆形。放在红色的大圆柱上面。好了，再来呢，用正方形摆在蓝色、黄色跟橘色的蓝色跟橘色吗？黄色跟橘色，蓝色的正方形放在黄色跟橘色的旁边。还有左边还是右边？正中间，他们两个的。黄色跟橘色正中间的旁边，没有正中间的旁边，哦，是那正中间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。好了，再来呢，用小的红色圆柱，对不对？对。放在蓝色的前面，是左边，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？放在前面，哎，放在跟蓝色一样，放在黄色跟橘色的。左边 ，OK， 好了，错，嘿，你乱猜，不能这样吧？所以被指令吓得不好啊！你们要，我是这样。那刚才是哪一段讲错了？哪一段说错了？这次我说要隔这么长的距离，结果那么长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描述清楚，比如说你要讲一节手指，还两节，或是四节指宽啊。比如说你要说这样子，比如说你这边要讲说哦，隔三节指宽。妈妈跟我玩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一次，你们再一次啊，再一次，我觉得很好玩。